你记不记得水母有一个搭档？记得，判官组合二号杀手，代号木鱼。木鱼本人当时就在门口。他们只知道木鱼的名号，可是不知道木鱼有多厉害。他跟水母搭档十年，就算破解了情报，可信吗？水母组的风格你比我们更清楚吧？如果现在你不帮我，我都不知道该去救谁。